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5月13日，有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偶遇冯绍峰拍戏画面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照片中，冯绍峰身穿蓝色上衣，下半身搭配黑色裤子，背着双肩包，打扮得十分清爽。当时他正在看台词，看完后把纸给工作人员，和海清一起接过准备好的菜，准备拍摄。开始拍摄后，冯绍峰和海清各自手提着菜，边走边聊，中途还停下来站在原地对话。冯绍峰满脸笑容，心情似乎很不错。拍完后，二人一起往回走，冯绍峰拿过剧本边溜达边看，海清则站在角落整理衣服，然后两人又拍摄了几遍才结束了当天的工作。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后，两人都继续忙着各自的工作，似乎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赵丽颖最近还罕见的直播带货，直播中她的状态十分在线，眼中灵气尚在，笑起来依旧甜美动人，少女感满满。上个月冯绍峰和赵丽颖突然宣布离婚，就像开始时那么突然，两个人一起发布离婚声明，且送给对方最真挚祝福，给了这段感情最大体面。据悉，两人因戏生情，当时俩人结合并不被外界看好，毕竟双方背景相差悬殊，冯绍峰口碑并不是很好，尤其在感情方面有过很多段绯闻。相反，赵丽颖更像是一张白纸，她所有时间都扑在事业上，产后复出她立刻进剧组，所有的工作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正常，肉眼可见的事业心，这才是大家认识的赵丽颖。反观冯绍峰，婚后几乎没有工作，偶尔出来拍戏，也没有什么水花，他身上最大的标签就是赵丽颖老公，两人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里都产生了分歧，与其互相纠缠，倒不如痛快地分开好，大方体面离开，赢得了好感。近日有媒体爆料称，冯绍峰父母对儿子这段婚姻早就看开了，现在正托身边朋友帮忙对冯绍峰留意合适结婚对象，特意嘱咐不要再找圈中人了。不管怎样，既然两人已经选择分开了，也希望往后的他们也都能各自安好，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声明：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